要抽出一排，一排戒指，大家懂看的分享电台要赶快抽出哦。来，我们先跟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小佳黄。然后我最近学到的一个单词是“买一送一”，台湾的这个原话，我非常好，非常喜欢。爱五连拍，第一拍，第二拍，第三拍，第四拍，来最后一拍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刚刚有拿到可以跟女孩合照的，来，我们从第一位开始排队，拍照不用等，来，先从第一位开始，两家都有。